2050近零转型是国家政策目标，不过台中市日前发生电巴起火，烧毁9辆车，电动车火警防范更显得重要。因此台中市消防局这天在大里软体园区举办一场论坛，针对电动车室内停车空间防灾预警以及营运安全管理等主题进行讨论，希望透过产官学界的充分交流，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来确保民众的居住安全。业者代表分享停车场设置电动车室内停车安全的相关措施。台中市消防局这天在大里软体园区举办这场论坛，邀请产官学界代表一同讨论交流，提升室内的公共安全。产官学都有努力在做一个开发的一个动作，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个法令都还不是很完备的状况下，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个论坛来收集各方的意见，来促成一个比较一个可行的方案。对于这个电动车火警，当然就是要充实消防人员的训练，所以包括灭火毯的一个采购，还有这个智慧水袋的一个采购，都是我们现在每年都有编列很多预算来做一个采购的部分，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抢救能够及时，而且能够安全的把这些火灾消弭于无形。师傅表示，电动汽车越来越普及，其动力主要为锂电池。锂电池起火的扑灭方法是用灭火毯覆盖阻隔空气，因此台中市规划在年底之前，公有停车场都会配置一具灭火毯，并研拟将电动车隔空间拉大，以利于救灾。我现在在导入的一个 AI 辨识的一个镜头，它可以提供一些真烟或者是热影像的一个侦测，然后来提早预防，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如果本身它车辆有点温度异常比较提高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提早去监测这样子一个温度异常，还有这个真烟的情况，然后来做一个通报。在我们的潭心停车场呢，已经有一场在示范戏水雾跟热影像以这个系统了。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这个系统现在在测试当中，那我们预计将来可能有机会将来会办理一些比较正式的演练，来看看说这个系统运作的成效是如何。2050近零转型是国家政策目标，但相关法规还在持续修法，透过论坛讨论是否希望能形成具体可行的措施，并向中央提出政策与修法建议，以优化电动车室内停车空间的安全管理。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